好，各位大德，我们刚才就是提到这个巴中的一首偈颂，这是古人所写的那么基本上呢，只是一个概略的认知知道说一个八个宗派各有各的这一个特色那这一张支见讲表跟大家报告到这边呢。我要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我们学佛必须要求实际古人讲不以佛法做人情，不能说张三对我好，所以他要我去哪里去学什么，我就跟着他去，这个不是在讲卖人情的事情真正发心来学佛了，要去体会他是什么，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生？我们没有别的机会了，就是这一次的机会，所以一定要当生求一个成就。那简单的给大家报告这个八宗的这个一个很表面的这个概况呢，只是让大家去回忆回忆。醒茶醒茶，哎，我觉得我修哪一个宗派比较好？那我们站在台上跟大家报告的人呢，是要凭着良心讲话，你修净土比较稳当所以这个当生成就的这个念佛方法呢，我们呢一定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去发心去学习然后在解门跟行门。在正行跟住行这一个大纲上面呢，大家把它看一看我们下面有归结两句话，就是孔子讲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解行解行能够并进，当然是最好。如果没有办法一起来，最少你要以行为主。古人说“行者常智，为者常成”。行有做才能够到，不修行什么都免谈了，所以要以修行为主。古人这个闭关呢，他们都是有规矩的，比如说一天这个拜佛或者是这个读诵这个经典或是修忏那么他的时间呢，跟他这个解跟行的这两部分呢，他要一半一半。行可以超过解，这时间上面，譬如说我拜佛拜3个钟头，我读经读1个钟头，这个可以。但是你不能，我读经读3个钟头，这个念佛念1个钟头，这样就偏颇了。所以行跟解本身呢，它虽然是相辅相成，可是真正帮助我们到达这个了生死的境界的，不是在解，是在行。所以呢，行为主，然后有余力，还有其他的这个时间还有其他的这个因缘能力，那你在学这个文的部分。所以，一个修行者，不管出家在家，以断烦恼、了脱生死为主。烦恼不断，生死不了，你大藏经都会背，有什么用呢？会背大藏经，一样把你带到地狱里面去。修行为重所以后面我们简单默学做一首偈颂跟大家互相勉励就是拜业随风难做主，忧途歧路业缘缠，劝君净土偏移法，保任当生会得缘。意思是说，这个拜业，这个树上的树叶枯萎了，掉下来了。就像一个人的生命结束了，这个神识离开身体了，离开身体之后，就像这一棵这个在飘落的这个树叶一样，飘到哪里呢？树叶本身能做主吗？做不了主。这个时候，风在那边吹，不是别的风，我们过去世以来所造作的种种的业，
夜风在这边吹拂，把你这个树叶吹到佛堂大殿，你就闻到这个沉香毡，这个旃檀香，把你吹到厕所，那就是很臭。如果吹到这个水烂水，这个泥巴烂水沟里，永远不得出脱。那么这片枯叶飘下来之后，飘到哪里呢？佛说不出六道轮回，总是那六个境界。那我们如果是像这样子的话呢？如果学佛没有目标，就像那个枯叶掉下来一样，没有目标，没办法说，哎，我像那个跳降落伞一样，我定点降落，你没有降落伞啊，只能随着夜风的这个吹拂啊，没办法控制啊，这样就很凄惨。所以这一个没有目标呢，就叫做拜夜，会随着夜风吹拂，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做主。那如果恶业的风吹起，就到恶道去了；善业的风吹来，就到善道去了。那我们辛苦了一辈子，修行了一辈子，到最后不会做主，不能做主。一样被这个夜风吹走，那我们到底在学什么呢？那不是落空了吗？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忧途歧路夜圆残。这个忧途，黑暗的这个路途，分歧的道路，这指什么呢？这形容定错目标的人。许多人发心来学佛，定错了目标，求名功名，求富贵，求这个六亲眷属。求这个事业发达，那么求这一些，那一些啊，通通是世间的有漏福报。真的就是如你所说的，我得到功名，得到富贵，得到这个什么什么事业，得到什么美好的眷属，那个都走错路了。为什么？他那个是一个业缘，你投进去的，就是被他所牵缠，也是在六道里面。那么学佛怎么学成这个糊涂呢？所以第三句劝君劝大家呢，净土偏移法，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弥陀净土，你愿意去念佛就能去，发愿就可以去，为什么这么便宜的方法不修呢？到了那个地方，保证当生会得缘，保证我们。在极乐世界那边修行啊，一生可以成佛。这边所说的慧德是指什么？佛在《涅盘经》上面所说的，说菩萨有两种庄，这个庄严，一者智慧，二者福德。每一个众生要成佛，佛叫做两足尊，就是智慧圆满具足，福德圆满具足。在人世间要修，在恶道里面要修，那是很难的。但是到了极乐世界，好修行，在那边呢，保证在那边一生的过程当中，可以把智慧福德都把它学习圆满。所以呢，我们学佛呢，一定要明白这个事理。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呢，不追求这个实际的话呢，往往啊，10个9个走错路。那太可惜了，所以我们接着第二章讲表呢，跟大家报告念佛须明事理，这个事项跟道理啊，我们必须要清楚，不清楚的话呢，就是会茫茫然，不知道从何下手啊。那么在这个事理方面，首先跟大家报告的呢，是这个4种念佛的比较啊，上次这个表，好，这4种念佛的比较，就是我们这边呢。先假设肯定大家已经愿意修念佛法门了，好，那么既然愿意来念佛了，那就是告诉大家，念佛有4种办法，这4种念佛的方法呢，你稍作比较就知道自己啊应该要怎么样提起功夫。第一个是实相念佛，那么这些念佛的方法呢，在经典上面呢，它到处都有提到，那我们这边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够举一个
顶多两个跟大家来这个分享啊。第一个在十相念佛方面呢，我们选这个菩萨念佛三昧这一部经典啊，来跟大家说明啊，说这个十相的念佛啊，不是一般凡夫修的，它是菩萨念佛，是已经证到十相的道理，能够观佛的法身，这样子的人，他才有办法所谓的十相念佛。今天外面有些人乱讲话，登报纸、登那个什么书刊，公开证明某某人已经可以得到什么十相念佛，写的这个书说这样子就叫十相念佛。我说那叫胡说八道。什么叫十相？十相是无相无不相啊。啊，你说那得听不懂啊，什么叫无相又是无不相？啊，那是一种啊，一个修行者本身已经修行到什么境界啊？最少最少断了见惑，还破了这个思惑，证到阿罗汉以上的境界，他已经没有这个见思惑了。多少可以看出真如的那个实相的一部分，那种人勉勉强强可以啊修实相念佛的方法。真正要修实相念佛，是证到实相的人才有办法。那么实相到底是什么？实相的别名很多，又叫做佛性，又叫做真如，又叫做一真法界，又叫做这个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它的名称十几个。佛在经典上面，这个随着不同根基的大众，讲不同的名词。那个东西叫实相啊。那么我们用简单的说法，叫真如，叫佛性好了。谁能够见到佛性啊？没有开悟的人怎么能够见到佛性呢？那你没有见到佛性，你怎么能够用这个佛性来念这个佛号呢？我们现在的念佛是用虚妄的心，用嘴巴在念，然后要不然就是用虚妄的心起心动念，在心里面默念。我们不懂得实相，所以实相念佛不是一般人修的。现在外面呢，写书、写登杂志，乱说、乱印证。乱七八糟，那个我们不要上当，也不需要去那个追那个跟他辩论，我们清楚就好。第二个是观相念佛，观这个相，相是指佛相，看着佛相来念佛，那这问题就产生了。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中国的、泰国的、印度的美国的、日本的、韩国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所塑化的佛像都不一样。那你叫我观哪一个佛像啊？哪一个佛像才标准啊？哪一个佛像才有具足32相80种好？没有。那没有的话，那我到底要观哪一个佛像来修这个念佛方法呢？所以这边呢要注意，这个观相念佛啊，严格的说，要依照这个波州三昧经。波州三昧经看墙表，还有这个不思议经，这两部经典呢，它的这个用功的时间有不同，所以我特别引这两个。波州三昧经就是啊，一个修行人啊，他必须在90天里面，90天哦，3个月啊，里面呢，这一个每天24小时没有空档的24小时。拜佛、念佛、绕佛，在这个观房当中，没有床铺让你什么，晚上休息一下，没有，也没有说我椅子坐一下，也没有。也就是说，不准躺，不准坐。你说那我靠着墙休息一下，不准靠。就是不断的念佛、拜佛、绕佛。你说那受不了啊，受不了。古人有方法，在这个官房里面呢，
撑一根这个竹竿，实在太累了，两只手抓在竹竿那边，跨着那边一样念佛，不休息。有的呢没有竹竿，房子比较大，没有竹竿那么长，挂一条绳子，抓着那个绳子也是啊，一心不乱，拼命的念佛。一般人像这样子的这种修法，不到3天脚就肿起来了，不到7天那个脚肿得跟那个大象的腿一样，整个身上的这个血气啊都是往下降，那个整个脚胀得就像爆裂开来一样的痛苦。那这个裤子如果没有穿，这个没有穿好的话呢，这个在行走绕佛当中摩擦，很快就破皮了，满地的这个血水。啊，你说我这个太累了，我趴在地上拜下去的时候趴在地上睡，把它睡一下，不可以。旁边有护关的人给你监察着，照时间给你送饭菜来，啊，就是啊，敦促你，万一真的身体受不了生病了。赶快把你，送医院，这叫波州三昧呀、啊，修这个波州三昧的方法。那么修行成功的人，照经典所记录的，应该在这当中啊，他可以入到波州三昧这个定力的境界里面。那这个时候经典他有写，一个入到这种波州三昧定力里面的人，他十方佛。都可以现在前面让你看，来证明，来给我们宽慰，你这个修行人很用功，能够感应佛现前给我们看。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佛了，哦，原来佛长得是这个样子。这个时候观佛，观这个佛的相来念佛，那叫观相念佛。波州三昧这个经典是写90天。这个不思议经呢，是写7天，方法差不多，好，所以他这个观相念佛呢，就是说要先念佛见佛，已经见到佛了，再依着你所见的这个佛像，你已经看过了，有这个印象了，这个时候你再观那个相去念佛，那一般人有几个做得到？不容易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我这边要打岔一下。现在外面以前前几年还有人在流行，到处都提倡什么波州什么什么念佛啊，那个呢是踩脚步的啊，踩一步念一句佛号，踩一步念一句佛号，他把那个叫做波州念佛，那个是不对的。我们学佛啊，一定要注意。所有的法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开出来的，我们要修行，一定要如法修行，不如法修不叫做修，只是结结这个佛缘，种种善根如此而已。我们学东西，学这个佛法，一定要根据经典，不要人云亦云。现在外面呢有点乱，哦，那我们这边呢特别把人强调一下，哦，不要这个受他们干扰啊。一定要如法。第三个是观想念佛，啊，那它是根据啊《观无量寿佛经》，但还有其他经典，我这边只举这一个啊。那么这个《观无量寿佛经》上面就举出16种的观想方法，啊，诸位有看过都了解了。它第一观就是修这个落日观，啊，所以你如果到我们水里莲音寺忏公师父那边，他有亲手画一张。落日观的图画挂在前面，啊，它有印出来，一般人也都请回家，可是啊，都修不起来。落日观是什么呢？观想啊，这个海天一线，这边是海，上面是天，这个太阳啊就要落海了，啊，不是下山了，是要落海了，啊，然后像一面这个金黄色的这个鼓啊，悬在这个虚空这边。接近这个海，整个海面上非常的光亮灿烂，然后观到什么程度啊？观到眼睛睁开来，这个太阳在前面；眼睛闭起来，这个太阳也在前面。落日观，你说那修那个干什么呢？它是一个表法，
极乐世界在西方，太阳要落海的时候也是在西方，那你的身心面向西方，那么这个太阳代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光明黄耀在我们前面，我们一心住想面向西方，然后呢观这个太阳，观得清清楚楚，最后观这个第二个是观这个海水结晶变成琉璃宝地，然后再往上一层一层的观想，观到西方三圣，有总体观，有这个个别观，观到这个佛身这个紫摩金色，每一个相好什么通都要观。好，这个是观念佛之一正妙果境界，观我们所念的这一尊佛，他所住的这个环境，依报正报的环境微妙的那个果地的这个境界。那么就随着这十六观经的那个经文的介绍呢，你就随闻起观照，这样去看，去观。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现在观做不到，我们现在只能做到想，用想象的，因为凡夫的心太粗了，佛的境界太维系了，你要怎么去观呢？根本搞不清楚，所以只能够文字大概这样子写了，大概这样子啊。所以随闻起观照，很概略的这种想法。古来修这个观想方法的有没有啊？当然有，成功的呢，这个也是凤毛麟角，很少。所以呢，以上这三种实相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这三种呢，到了宋朝之后啊，几乎没有人在提倡。为什么？众生的程度不够。你修不来，单单这个一个那个阿弥陀佛，这个所谓白毫观，两眉之间一根白色的那个毛白毫。他说这个白像那个战佛记讲，白毫宛转五须弥，一个须弥山是一个世界的中心，这一根白毫能够旋绕五个须弥山，那五个佛的世界。那到底有多广大啊？我们想象不出来，然后这一根白毫呢，不像我们一般的这个毛发呢，是这种圆柱形的，不是啊，不是圆管形的，它是八棱八角形的，外表看起来呢是有那个面切，切八面，八棱，里面呢是中空，空的，然后空的里面还有东西，那光线在里面流动，放射出来，你说那是什么东西呀？勉强说吧，像现在的光纤吧，所以现在科学越发达，越证明佛经里面的一些东西，我们想象不出来啊，那么类似这一种，那你要怎么观想呢？想不出所以来，所以现在呢，我勉勉强强只能够想，观是做不到了，所以到后来呢，这个也都不提倡。为什么难？它真的是有些困难，有的是程度不到，有的是心太粗，有的是佛我们没有见过，所以你要用那些先决条件先具足，再来这样子的念佛，100个99个9做不到，那怎么办呢？还好有第四种方法，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呢，是根据的经典也是很多啊。那我们这边呢，只取两种，一个是《阿弥陀经》，一个是《楞严经》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个《念佛圆通章》，我们又把它简称为《势至经》啊。那么这两部经典所介绍的呢，就是告诉我们：第一个，你要深信，这是个法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佛不会骗我们，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第二个，极乐世界已经形成了，阿弥陀佛在那边成佛已经时节了，我们要相信阿弥陀佛有这48大愿，有人念佛，他愿意来接我们往生，这个我们要相信，相信这个，相信整个这个念佛方法的事理因果，我们通通都要相信。第二个是发愿，
相信没有用啊，你要发愿，要想去呀、啊，想去才跟佛的这个愿力才相应嘛，所以要发愿，我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好，那么你愿意去了，要怎么去呢？持名念佛，就是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然后心心念念就求生，我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哎，这样子的一个持名念佛方法，宋朝以后大力的提倡。其实这个法呢，早在隋唐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汉传佛教八大宗派，第一个成立的其实就是净土宗。当年隋朝慧远大师，东晋的时候，慧远大师在庐山创这个莲社，就提倡念佛。我们根据这个净土圣贤录，大家一看就很清楚。哎，他当时领众有出家众，有在家众，123个人，结果呢，没有一个遗漏，通通都往生极乐世界。汉传佛教第一个成立的宗派是净土宗啊，只是后来这个因缘啊，禅宗兴盛了，其他的什么唯这个唐三藏取经回来发扬这个唯识宗啦，三论宗啊这些，我就后来就比较混淆。其实最早这个成立的是这个净土宗，那么这些过程过去之后，到了宋朝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那个修禅有成就的广清老和尚啊，他老法师怎么样啊？人家去跟他请教，老法师啊，我要学佛，我想跟你一样学这个打坐学禅呢，他一概不准，都说你们念佛就好。念佛，因为这个方法容易认识字不认识字，男生、女生、老人家、年轻人、人类、动物，中国人、外国人，一句佛号都可以念到西方去，他容易修啊，为什么不修呢？那么既然这个念佛方法有四种，那么四种当中以持名念佛是最容易的。好，那我们下面呢？再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持名念佛，你这边讲这个容易，几句话带过去，我不太相信。那怎么办呢？我们以这一纲告诉大家，持名念佛啊，它的所依据的经典，跟它所修持的功德是什么？这个四根底你要明白。明白之后信心十足，你不明白的话呢？等一下出去，人家说："哎，我们去那边打坐，去那边修密。"你又跟人家东西乱南北乱跑了。这些禅境密律，这些不是不好，我们再三强调，它不是不好，是机缘不对，根气不够。问题是在这个地方，法都是佛开的，怎么会不好？是我们程度不够啊。就像前面这个十相念佛，那更好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就是十相念佛的人了啊。问题我们不是菩萨啊，对不对？所以法你不要否认它，不可以这个把它否定啊，也是法，都是佛说的。但是自问自己的根气怎么样，不需要好高骛远。我们学佛就是要踏踏实实。所以这边呢，我们呢跟大家来报告一下这个持名念佛的这个依据，第一个就是依据《阿弥陀经》。这个《阿弥陀经》上面呢，经过藕益大师用天台教理的这个科判方法，把它做科判之后呢，定下来了，说整部《阿弥陀经》只讲三个字，叫做信愿行。后来印光大师看到藕益大师《弥陀经》的这个注解啊，《弥陀要解》，看之后说："哎呀，不得了！就算古佛再来注解《阿弥陀经》，也不过如此。"意思是说，藕益大师真的是一个开悟的人。他以他修行的正量来看《阿弥陀经》，以在生病当中9天的时间，就把《阿弥陀经》注解成这个《弥陀要解》，那他就抓住了整个《弥陀经》的重点，信愿行。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念佛法门，一定要认识信愿行。你不认识的话，你从哪边修呢？我们看这个信的部分啊，就是啊，这个《阿弥陀经》，一般人天天读，但是你要认识啊，它是在帮助我们什么呢？是从《弥陀经》的经文上面所叙述的极乐世界上面的依报环境，极乐世界的环境啊，正报指阿弥陀佛本身，好，让我们认识啊。依报正报的这个事实，然后使令我们产生信心，说：“哦，极乐世界这么好，阿弥陀佛这么慈悲，我一定要去那边修行。”弥陀经的作用，第一个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它的依报环境是指哪些呢？啊，我这边简单先带一个观念：一个人学佛学了半天，很多人模糊了，说学佛做什么？二者拜拜，二者诵经，要不然就是拜忏，要不然就是什么持咒。学佛到底在做什么？它重点模糊掉了。其实学佛很简单，就是我们讲因果了。你怎么入门的？我入门的时候是受三皈依，皈依什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学佛的起因是从三皈依开始嘛？那么后来的结果呢，也一样，就是要见佛、闻法、学僧。因果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学佛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因为到那边我一定可以见佛。在这个娑婆世界，我见到的佛都是不讲话的，泥塑、木雕，这个纸张、画布画的，他不讲话。我有满心的苦衷，我说佛啊，我讲了半天，他都不给我回答。修行好苦啊！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天天在那边讲经说法，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天天在那边当我们的善知识，我们为什么不去呢？所以念佛的方法就是让我们第一个帮助我们去见佛，乃至于还没有往生之前。在我们念佛当中，在入定当中，在睡眠当中，就能够见到佛。见佛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没有见到佛，我们怎么学啊？我们要依靠谁呀？见佛是最重要的啊。那么第二个，见了佛之后，佛不是跟你在那边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呀，不是在那边大眼看小眼了。见了佛之后呢？佛它自然呢，关照我们的身心，这个众生的身心根基、宿世因缘，然后会对我们对机说法，我们就是要去听法。所以，做一个佛弟子，从凡夫一直到成佛之前，不管他这个时间号称有三大二生奇劫的时间，不管他多长，不管他环境怎么变化，一个佛弟子。就是在在处处心心念念，我一定要见佛，一定要闻法。你不见佛不闻法，什么叫皈依佛？什么叫皈依法？回归依靠啊！那佛在哪里？佛在西天。你不要说佛在心里，你那个心是胡思乱想的妄心，一下想到佛，一下想到魔，你那个心算什么？所以一定要以见佛闻法。为主，这是我们为什么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目的之一。在那种情况之下，才能真正的修行啊！第三个是僧宝，僧是什么？僧是出家众，是指这个和合众。好，那我在没有这个出家之前，没有成佛之前，我要求自己尽量学习过出家僧人的生活。僧人的生活是什么？师父们每天早课、晚课，我们就要早课、晚课。师父们吃素，我就要吃素。师父们加工用行，拜八十八佛，我就要拜八十八佛。师父们在那边读诵经典，我要读诵经典。学习过出家人的生活，这叫回归依靠僧。在娑婆世界，要皈依这个佛法僧很难。一天24小时，我们有几分钟有见到佛？有没有佛？有啊，在家里，在厅堂，在几楼，还懒得上去了。没有见佛，
你就无从学佛；你没有听法，你就无从学法。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殊胜？就是因为佛菩萨在那边作证，随时随地讲经说法。我们求往生就是为了这个见佛闻法，所以我们回头看，哎，整个《阿弥陀经》所叙述的极乐世界依报的环境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这个今天有这么一本这个书哈，你们回去自己也可以对照哈，这个对照《阿弥陀经》啊，课诵本上面也有啊，我这边简单的把它这个带一下啊。这个第一个呢，我们介绍极乐世界的依报环境啊，它是七重难损、七重罗网、七重行树。那么这一些难损、罗网、行树呢，都是四宝所这个形成的啊，又有这个四宝把它围绕。那么这边它又多用这个七的意义，是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佛说37住道品呢，它分七大科，七大科呢，它在这边就是用这个七重的这些内容呢来代表，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如果今天是拿这一本的话哈，那你就可以看这个第五页的第四行说这个极乐世界极乐国土啊，七重难损、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换句话说，这些有形的依报的物质，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要我们不要忘记修37住道品。不管你修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要来成就佛道，这个住道的东西不能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也是在第五页第六行说这个极乐国土呢，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存以金沙布地，四边皆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言饰之。它的环境，那边有宝池那么它那边为什么要施设这样子的内容呢？我们要知道众生的习性耗用这个水。我们这个一般的众生离开的水不能活，即使身体本身也有10%这个70以上的这个水分那么这些水分呢，它在这边呢，它代表什么？代表是众生呢的这个一般来说就是善根的这个因呢所以我们佛法来说都用这个水来比喻，说法水法水长流，说法雨普施。都用这个水来代表，那么极乐世界上面呢，就有这个宝池，也是七宝形成的，还有这个八功德水。众生一定要会喜欢水，好像天气热啦，要去泡水；天气冷啦，泡温泉，总是离不开水。好，极乐世界上面有这个八功德水的这个水池，这个有八种功德，你人下去之后要喝要浸泡都可以消灾免难，消除这些罪垢。张扬这一个善根，他有这个功德成就我们。今天我们在娑婆世界没有这个东西那一般的池水呢，下面呢这个不干净，像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你到白河去看那个莲花池，下面都是烂泥浆，脏兮兮的。极乐世界这个宝池里面呢的这个池底是金沙所铺的。它清净、庄严，众生就会喜欢好样。旁边的这个楼阁亭台，通通都是这些七宝所形成的，所以众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不会起什么贪心的，到处都是宝，你还有什么好贪的？把这个贪的念头就消除了，然后别人要拿，也没有人会拿，嗔恨心也不会跑出来。你拿也要拿去哪里啊？到处都是，你不会产生这个愚痴的心，贪嗔痴都把你断除了，傲慢的心也没有。这个东西是大家共同有的，是阿弥陀佛示现变化给我们享用的，没有什么好拿来傲慢别人的，也没有了。
也没有什么怀疑的心了。五毒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完全都消除，内心里面有没有这个毒素啊？贪嗔痴慢疑啊？有，我凡夫的时候我是待业往生来的，可是有这个业呢，它不发生作用，没有外缘把它勾引，一点作用也没有。哎，这样不是很好修行吗？那如果离开了这样子的环境，像我们今天在娑婆世界看电视啦、看报纸啦，马上就是七窍冒烟，这个人讲错话，这个做错事情，这个人很可恶。我们在极乐世界上面的环境呢，不会让你起心动念，不会产生这一些业障，不会让你这个意识里面的这个种子呢起现行，通通都没有。看多好修行。第三个，莲花大如这个车轮啊，这也是在第五页啊第八行啊，说这个池中莲花大如车轮啊，这个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惟妙相结啊。这莲花大，像车轮这么大，这个车还不是我们凡夫的车啊，极乐世界上面的那个车更高广啊。那这个都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了这个极乐世界的这种殊胜的功德。那么提到这个莲花，我就想到一个公案。当时这个五岳王五代一个五岳王叫钱镣，他的夫人是修念佛法门的那么他有一些随侍的这些婢女跟在他旁边的服侍他的，那么夫人很慈悲，说你们过去生就是做得不好，所以这一生为人轻贱，当这个婢女。那么现在你有因缘来服侍我呢，你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一般人的这个人家的这个官家的婢女到了一个年纪就把她随便把她嫁到这个民间，把她嫁出去就算了。她不要留这些老宫女，把她嫁掉。那么这个王夫人呢，很善心，她说，我念佛，所以我懂得佛法的慈悲平等，所以你们呢要免除这种被人轻贱的这个工作，以后不要再去生死轮回，你要好好的跟我念佛。夫人呢招呼这些婢女一样要念佛，其中有个婢女有一天懒惰不用功，被夫人抓到了，夫人就说你不念佛我把你嫁出去。婢女跪在地上求说："夫人，不，我要念佛，我要去极乐世界，我不要再去一般的这个人家去那边养儿育女去那边怎么打拼事业那个太辛苦了，我不要，我要在这边念佛，要往生。"那么因为这一次的事件这个婢女就特别用功，结果欲知时日，她就来跟这个夫人告假。说感恩夫人因为你这个劝我念佛我真的念佛念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哪一天我要走，阿弥陀佛要来接我。那夫人很高兴说，既然这样子呢，那你去了之后要回来告诉我，到底你到了没有？到了极乐世界没有？那这个婢女呢说好，就约定了，往生之后。当天晚上呢，就回来了，说："夫人真的，我到了极乐世界了，我带你去。"他说："我有能力，我求佛，我有能力，我带你去。"就带着夫人到了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那边一看，然后看很多莲花，上面呢有的有坐人，有的花还包着，还没有打开，每一朵花上面都标着一个名字，是某某人某某人。然后他引这个夫人去看一朵很大的金色莲花，说："夫人这朵莲花就是你的。"夫人一看，没有错，上面有她的名字。再看其他地方呢，哎，某某官员他认识的，哎，他也有挂名字在这边。哎，某某人，哎，这不是某某官员吗？怎么坐在莲花上啊？他看得清清楚楚，高高兴兴的回来了。然后第二天，夫人就问这个国王，说某某人那个官员。最近怎么样？国王说："那个人已经往生，已经过世了。"
那夫人说：“嗯，那这样我看的没有错，他在极乐世界七宝池上面，他坐在莲花那边，我有看到。”于是他更加功用行念佛。到有一天，国王说：“啊，夫人呢，明天你生日，我来庆祝。那王夫人要过生日，百官通通都到齐了。”夫人说：“你们坐坐，我去花园看一下。”结果老夫人走到花园，看着花，向着西方念佛，站着往生，站着往生。所以这历史上面都有记载，《弥陀经》上面所说的这些莲花啦、什么宝池啦，通通是事实啊，不是这个杜撰的，不是那个胡乱。党的这个写出来的不是那一种，是佛经口所说的。古来这样子的这个历史，这种公案史不绝书，从来没有中断过，每一个朝代都有。讲到这个站着往生，我又想到一个，以前有一位留眉山老居士，后来出家的叫觉生法师，他们家族是这个。天主教，他的爷爷、他的爸爸都是这个神父。到他呢，他也当神父。可是他的妈妈跟着弘一大师学佛、学念佛，他妈妈是站着往生的。所以他想，还是这个佛教比较高明。他说，虽然我爸爸往生的时候，他有看到。背后有翅膀的天使来接引他爸爸，可是呢，他比较之后觉得妈妈站着往生比较厉害，都是事实啊。这是第三个啊。那么这个莲花呢，它这边《弥陀经》上面写的啊，是只有写四种颜色，其实啊，这有千百万种啊。这是以这个四个基本色做代表。好，第四个是吧？常作天乐，黄金为地，昼夜与曼陀花。这在第六页的第一行啊，讲这一个极乐世界啊，它每天呢是吧？这个天上啊，虚空当中这个七重行树上面，自然有乐器，自然风一吹呢，自然就演奏这个天乐。那么这个大地呢，整个是黄金为地。那早晚这个的分别呢，它没有什么早上晚上的分别，它是看这个花啊，这个每掉下来就是一个时辰啊，那它昼夜六时啊，雨天曼陀罗花，这个花掉下来之后呢，也不用扫啊，它接触到地面一段时间就自然消失了，所以有一些老太太啊，她发心怎么发心啊？我要来阿弥陀佛呀，扫涂卡。其实啊，你不需要这么辛苦，到那边是要修行。如果还要你去扫地的话，它就不叫阿弥陀佛了，就不叫极乐世界了。所以这个都是经典上面所有的。这是整个医报的环境。那么在这样子一个大环境之下，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不是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了。所以他第二个。在那边就是要闻法，往生到那边就是花开见佛，先见佛，其实就是闻法。那么这闻法呢，他第一边这边想，佛化众鸟，因缘道品。极乐世界上面呢，说啊，有这个第六页第五行啊，第六行说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四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其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这些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的，不是人工做的，不是用电脑去设定的，是弥陀一念慈悲心，众生需要这个，它就变化，化成种种不同的鸟。那为什么要这个不同的鸟呢？通通一样不是很好吗？不行，众生的根器不同。这个习气不一样，有人喜欢看孔雀，有人喜欢看这个鹦鹉，因为以前呢，这些鸟类啊比较稀少，
稀少的，凡是你心里所觉得这个稀罕的佛就变出来，就以它代替佛来为你讲经说法。那么所说的内容呢，就是37道品。但是这边呢，注意37道品里面呢、前面的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这32颗啊，这边没有。换句话说，到了极乐世界，前面这十二品呢、你不必修，因为它不会去违犯道，没事，直接修这个五根五力，这个心净念定慧，直接修这个，所以它这个呢就是因缘道品，所以众生在那边怎么会不成就呢？天天闻这个听闻佛法，第二个宝树宝网出微妙音啊，这个是在第七页的第一行，说彼佛国度微风吹动，诸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具作，在第七页第一行第二行，那么这个经文说的是什么呢？它演绎这些啊，就是在说明啊，众生我们知道。文殊师利菩萨讲过，我们尤其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娑婆世界众生啊，这个耳根最利，所以这个文殊菩萨在楞严经上面讲，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说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真正能够接受佛教的那个体性最利的，最能够接受佛法的，不是用眼睛看。不是用嘴巴尝，不是用身体接触，是用耳朵听。我们的耳根最利，所以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讲经说法49年，他对佛法的弘传，对所谓的度众生，靠音声做佛事。古来这些寺院道场用音声做佛事，所以开展出梵拜。现在更开展出什么呢？佛教音乐、佛教歌曲，都是用音声来接引大众。那么，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呢，也是一样，也是用声音来接引这个大众。这是这个文法。那么这边所说的这些音，叫微妙音，不是什么好听不好听的问题，都是在对这一个众生的根基。来讲经说法，都是在演这个佛法。好，这个是依报的环境是这样子。那第二个呢，我们报告这个正报，正报端正的果报啊。那第一个就是指这个教主，教主就是阿弥陀佛了啊。那么这边我们这边简单的写啊，就成佛时节，今现在说法，在第七页的第七行说。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时节，他这边已经有时节的时间了啊。那今现在说法啊，也是指这一段。好，那么第二个讲这一个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在第七页的第五行啊。说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就讲这个正报，这个教主本身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殊胜的功德。那么这是指正报的教主。第二是指这个正报的众生。依报跟正报大家应该分得清楚吧？依报就是我们依靠的所居住的环境，统称依报。正报是指众生，有情众生啊。他种什么样的因，得到这一个果报的身体，所以这个身体、这个众生或者这个佛、这个人这个就叫正报。好，那么在众生里面呢，第一个呢，他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在第五页的第三行啊，说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那么这个环境是阿弥陀佛啊，无量劫的功德去把它创造。把它做出形成的，那我们只要往生到那边，就能够享受阿弥陀佛他无量劫以来所累积的这种福德，所以这个是一个占便宜的方法，
你不需要说像现在很多人呢，我想去找一个地方，买一个地，盖一个小房子，我要好好的修行，不需要。到了极乐世界呢，佛一切都给我们做好了。所以这个是众生呢，在那边呢，有这样子一个殊胜的环境啊，他内心呢不受身心都不受任何的苦，就是只管修行啊。那很抱歉呢，我这个时间又到了啊，就先讲到这边好了啊。那么这边呢，我稍微做一个简洁，结束就是啊，这一个《阿弥陀经》它所说的内容呢，就是要我们呢。了解这一个果，然后去相信它，然后往生到那边去依靠它，来成就我们的这一个佛这个菩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啊殊胜特别的法门，而且是人人都做得到的。好，那么今天这个呢，先报告到这边。